记者林美雪综合报道。继美国舞蹈节终生成就奖、德国舞动舞蹈节终生成就奖、法国艺术文学骑士勋章，舞蹈家林怀民再度获得一项国际上的高度荣誉。三一拉邦学院荣誉院士云门舞集5月9日在伦敦沙德勒之景剧院以台湾素材为主的作品《关于岛屿》Formosa 演出后的酒会中，林怀民获颁英国三一拉邦音乐舞蹈学院荣誉院士、三一拉邦学院舞蹈部主任米瑞拉·巴尔翠普表示，林怀民献身舞蹈创作与舞蹈教育40多年，从东方文化与美学出发，融合东西方舞蹈因素而自成一家，不只改变台湾社会的文化生活，也不断重新界定舞蹈的含义，影响全球舞蹈界。他代表三一拉邦学院向这位当代最杰出卓越的编舞家与教育家之一致敬。林怀民致答词时则感谢45年来支持云门和他个人的各界人士与国际友人，同时希望这个奖能够让台湾年轻的舞者了解，台湾和伦敦的距离很远，但舞蹈的世界也可以很小很温暖。三一拉邦音乐舞蹈学院是英国乐舞最高学府，前身是以舞谱创始人鲁道夫·拉邦命名的拉邦舞蹈中心，也是欧洲最大的当代舞蹈学院。三一拉邦学院每年颁授荣誉院士名衔，曾经得奖的舞蹈大师包括摩斯、康宁汉、威廉·佛塞及阿开朗汉。林怀民中于伦敦获颁三一拉邦学院荣誉院士，作为三一拉邦学院舞蹈部主任巴尔翠普，又为沙德勒之景剧院总监斯伯廷云门舞集提供